什么衣服呀？就是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看别人穿的时候好漂亮哦。你说出来嘛，不然我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结婚了再穿那样子的衣服。对。情侣装，我肯定知道呀，是不是？只是我是骗阿金，我说我不知道。哈，是吗？对呀，就是那样子的衣服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两个一起拍个照片，那样子的照片是不是可以嘛？结婚了再穿吧，结婚了再穿，现在可以穿吗？你觉得现在不可以穿吧？结婚了再穿嘛？杨哥，你说现在可以穿吗？可以穿呀，可以穿呀。嗯，哦。明，下次我过来就买，给你买一件，我们两个穿一样的，你的是个女孩子的，我的是个男孩子的，哦，然后再买一件小孩子的，现在没有，我们得那个啥啊，对不？现在也可以穿，对不对？到时候可能穿了舅妈可能更生气，然后也给舅妈买一件，我们三个人穿一件的，是不是？结婚穿婚纱，等生完孩子就买亲子装，对，孩子是要生的。但杨哥说不能给他说生很多个，只能2到3个。如果是情侣的话，现在可以穿了；如果不是情侣的话，现在就不能穿，知道吧？杨哥本来就有彝族的衣服，我给他就是穿我的，但他不穿。天生一对，好嘞，阿婆要给你画个爱给你吗？现在。你太黑的，好的。来，直播间哥姐帅们，你们平时有没有染头发的？白头发比较多的，染头发的小杨给你们福利。哎，舅妈来了，有没有哥姐帅们？你们有没有平时自己在家里面染头发的？然后有白头发的，想要染头发不伤头皮的，有没有哥姐帅们？有没有？有，你们给小杨讲一下。我看一下有多少人，如果有，我们公屏上打出来有，好不好？如果有，我们公屏上打出来，行不行？哥姐帅们，有没有自己在家里面染头发，然后有白头发，想染个自己在家里面染头发，而且不伤头皮的，哥姐帅们？我没看到喽，啊，我没看到喽。如果有的，公屏上一起打个有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，哥姐帅们。老是贴这个，有个么了？那我没看到了啊！好，马上就嘛，哈哈哈！还是有，对不对？这样嘛，阿静，你帮我拿着一下这个好不好？小杨给他们推荐这个，因为很多哥姐帅们，他们要在自己家里，在理发店染头发，是要花费，还是要花费好几百米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小杨给大家这个福利。行不行，哥姐帅们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你们平时有白头发，自己家里面有白头发的，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平时头发染了，害怕染完以后对头皮有什么损伤的那种，你们就直接用这个洗，蒸成熟，揉完以后包起来就可以了。而且它是纯什么物的，知道吧？纯植物的。对头皮没有伤害的。小杨给你们上一下行不行？你们可以去抢。你们可以去抢，好不好，哥姐帅们？买一送一吗？是不是啊？小的，没事，我给大家上。去拍一个吧，你们正常去理发店染发的话，对不对？他很贵的。他里这面个洗发水是啊，不是洗这发个水。染发的是杨哥给你们推荐的，它里面的成分是很安全的啊。然后的话是你们去染头发，就自己在家，就像洗头发一样去染就可以了。你们染的时候把这个地方剪掉，
如果是短发的话，用个两到三袋就够了，知道吧？短发的话，然后直接剪掉以后，你们在头皮上揉，揉完以后，用个帽子，因为它里面都有的，知道吧？戴个手套都有，手套也有，还有这个东西也有的啊。对，然后你们就直接在头皮揉，包起来，45分钟以上洗了就好了，而且对头皮一点都不刺激，知道吧，哥姐帅们？就这个东西，只需要59米，你们去抢就好了。因为很多直播间哥姐帅们，你们都一直问小杨说有没有染头发对头皮什么不刺激的，对头皮好的，而且还能染头发的，所以今天小杨给你们带的了，行不行？皮肤过敏的话，你要先检测，你先取一点点放在这个耳朵上面，如果耳朵等个1-2个小时没有反应就可以染，什么颜色都有，有一个是黑茶色、逆棕色，还有一个是自然黑。还有个巧克力色，有四个颜色，哥姐帅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四个颜色，给你们福利款，你们去抢。如果，给大家1分钟时间吧，好不好？完了，我们就把这个链接给大家下了。拍好下面小黄车59的就能自己在家染头发啊！这个里面的配料表是很干净、很安全的，你们去染头发的也不会刺激到你们的什么头皮啊。因为你们去外面染发的话很贵，这个东西的话你们去买59米就能买染头发。对，这里面这些都是一袋一袋的，知道吧？一袋一袋的，里面是有10袋，有逆棕色，你们可以颜色你们可以自己选的，我看一下，颜色可以自己选，逆棕色、黑茶色、咖啡色、自然黑，这几个知道吧？他还要送一盒的，知道吧？我怎么拍不了？为什么拍不了呀？能拍吧？能拍的，点击链接就可以拍。你们看一下，马上。能拍吗？能拍，我这儿能拍的。拍好没有，哥姐帅们？来，最后10秒钟，想要把这个链接给大家下掉了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这个里面叔叔阿姨们看一下，有什么人什么身呐、啊？然后还有什么和什么手屋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侧什么白叶？这个里面的染发的这个成分是很干净的，这是杨哥给你们推荐的啊，就是年龄比较大，头发有白白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想要把头发染成就是那种自然黑色，对，你们可以去拍。他现在是这样的，想要给你们服务的是，这是一盒，然后你们买的话还要送一盒的，知道吧？然后颜色你们可以自己去选，颜色你们可以自己去选的，颜色你们10袋，里面有10袋。所以说给你们福利款，你们想要的就去拍，后面就没有了，知道吧？后面就没有了。我去接个电话，没事的，你谈个事。舅妈，我不挡你好不好？不挡。舅妈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样就看得到的嘛，对不对？舅妈，你看嘛，一盒里面有10袋的，来抓紧时间拍哥姐帅们。只有小杨今天给你们福利款，你们平时在家里面染头发的，随便你们自己去染。买一盒送一盒，知道吧？59米呀、啊，而且纯什么植什么物的。如果你们相信小杨，对不对？买了，因为上次很多哥姐帅们，你们都说是小杨头皮，我头发很掉的很厉害，而且头发很油啊，什么什么的，是不是都这样说？然后小杨给你们推了一款洗发水给你们，反正小杨我自己用的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头发是以前一直在掉，而且很油，但是我头发现在没掉了，也没油了，知道吧？但是今天前段时间有很多哥姐又说是小杨，你那儿有没有说染头发对头发没伤害的？是不是哥姐帅们？你们说，你马上我告诉，等一下我教你怎么用好不好？等一下我教你怎么用。很多人一次用一袋吗？我跟你们讲一下，哥姐帅们，我跟你们讲一下，行不行？这个是要看的，如果短发的话就用两到三道就可以了，如果像齐肩这个位置
齐肩这个位置的吗？就这个位置就齐肩放嘛，就锁骨放嘛。这个位置的话，你们就用四带，就用四带，好不好？如果长放到腰的情况下，你就用6、7带就好了，6、7带就好了。而且颜色不容易褪，不容易褪。可以泡水喝吗？可以煮水喝的嘛，西洋参可以，可以泡8+1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白发能盖得住，就是盖白头发的，就是盖白头发。但你们平时用完以后剪掉，马上我给你们看一下。马上我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？这就是一袋，然后你们把上面这地方剪掉，然后弄到手上。哎，马上我看见我那个手套还在不在？哎，剪掉以后弄到手上，然后去把头发搓均匀，知道吧？全部搓均匀以后，你们有这里面有一个包着的，戴个40分钟以上，它就自然会上色了。然后你们就正常洗掉就 OK 了。正常洗掉就可以，但是要戴手套，里面有手套的。一瓶一瓶买，什么一瓶一瓶买？一瓶一瓶，这不是一瓶的，一袋一袋的。因为如果一瓶一瓶的，你打开以后，我跟你们讲，知道吧？我把舅母挡住了。血液呢？我不知道，这个要问阿金，知道吧？这个要问阿金，这个小人就不知道了。这个小人就不知道。因为一瓶一瓶的话，你们用了把那个包装打开以后，它里面如果经常长期不用，它是没有作用了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给你们设计的一袋一袋，要用多少你们用了就可以了，其他的就不用打开，后面用都不影响了，知道吧？是这样的，各位小伙伴们。所以说为什么就没给你们发到一瓶一瓶的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拍好没有，各位小伙伴们？拍好没有？今天小杨直播间里面59米给你们发10袋染发膏。染发你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染的，而且对头皮一点都不刺激的。会染头发就是染头发的呀，就是染头发呀，泡泡染植物染，知道吗？泡泡染和